我们是有两款行业内做的比较多的是 PLC 的方案。PLC 走的是 SourcePack 的一个协议啊，对对对，它就相当于是直接在这个线缆里面走的那个控制信号。对，这款是线缆里走的，这个其实是 PLC 走的是 SourcePack 的一个通讯的一个啊通讯协议，对对对对、啊，是的，是的 PLC 协议。对，但是我们是认为就是 PLC 的这个方案用在互用光伏是比较好的，对，但是这个适合做互用光伏。对，但是在工商业项目的时候，第一个它有一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信号的干扰，对，第二个就是我的通讯距离其实它有时候局限，对对，然后 PLC。其实过太远的话，这个载波能力还是差一点，对对对，会有点受影响。对，所以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自己独创了一款产品，叫 DC 二十四伏。这款产品就是广泛应用于工商业的一个项目。它相当于通过四八五线或者其他的通讯线来通讯。对对对，其实倒不是四八五，是我这有一个二十四伏的一个通讯线缆，专用的一个行业，就相当于我们就是网络有无线网跟有线网的区分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个产品。其实你认为这个关断这个东西在咱们国内的市场未来会做起来吗？